能不能把对方的这个体能打开一个豁口。啊，这个要小心，没可能，有可能到打到第三回合，韩茂的右手会有影响。体能和控场能力是比较自信，非常自信啊！哎呦，这一下怎么回事？我们看，不差劲儿。哦，不行了，脚出了什么问题？现在刚才的那个，这一下，啊，被踢到位移以后，脚出现了问题。我看弯了一下。